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莎贝拉，艾鲁特击剑队的女配队长。For your information， 我还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是邓尔豪的未婚妻。啊，未婚妻？二豪妻，这次回法国，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，让单方面的求婚变成双方面的结婚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会回法国，但是不可能跟你结婚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？难道你移情别恋了？还是说你在这里有喜欢的女人啊？可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普通啊。好，二豪七，这次跟我回法国，我不会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了。以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你是男子组的金牌，我是女子组的金牌啊。哇，我好浪漫啊，你跟我回法国吗？好了，你别闹了，先回去，我们现在在训练，你先回酒店好不好？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再去找你。那你亲我一下嘛，我就走了。你亲我一下啊。不行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不会亲你的。不许走，不要回法国，留下来。你说过，因为我，练习不再苦闷。因为我，你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。你的梦想，是和我一起拿到世界第一，不是吗？昨天晚上你问我，如果你回法国了，我会不会想你？我会，我会想你，所以你不许走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女汉子 ，Airport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伊莎贝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邓尔豪是我白无双的。你想带他走，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帅气啊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人，霸道女总裁。你喜欢霸道女总裁啊？那我命令你，把昨晚那个喝醉的我忘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能量由我补给，你的心跳脉动只能属于我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没事吧，小章鱼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会留在这里，因为有他在我身边的世界第一，才是我想要的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？哼，在法国，中国击剑队的名字是“功力不足”。你骂谁呢？谁骂谁？我说错了吗？小贝拉，够了！白无双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的目标是世界第一，能提前和自己的对手来场暖身赛也不错。姐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伊莎贝拉是法国联赛的蝉联冠军。什么？
刘强倒没死角。我看了他几场比赛，没有太大的发现，但有些小细节你可以注意一下。如果你非要说他的画风的话，就有点像《海贼王》的恐怖三鬼帆船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有这些就足够应战了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看你的了。尔豪青，我一定会把阻碍我们的人通通除掉。我要狠狠地修理你这个女人。进攻，反攻，得分！耶！哇，我姐这招实在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可以写入教科书。你怎么能预测到我的攻击？从来没有人可以在第一箭就挡住我。是邓尔豪告诉你的。这是因为我姐厉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喝点法国墨水你就不得了了。就你这个程度，你再回去好好练练吧。你伊莎贝拉，面罩戴上，否则扣分。安格尔 ，Pre， 艾伦。我先送你去医院，走。乐表姐，这没事吧？走。你忍耐一下，医院马上到了。下个路口才要转。我没有注意到。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紧张啊？别着急，慢慢开，我没事的。我们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
锁屏密码是什么？520820。0820。你的生日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在找音乐呢。今天的你让我很意外，我是说那种很惊讶的意外，很惊喜的意外。是吗？我不是意外，反而他是。我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。以前我以为我喜欢龙子峰，但是我没有依依那样的勇气去保护他。我懊恼过，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失去你，我鼓起勇气做到了。你是真心的喜欢我吗？原来的天长地久，留下那片山。我只是突然明白你说的那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那种感觉跟崇拜跟欣赏都不一样。他可能不会带给我太多的惊喜，也不会带给我太多的刺激，但是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在我的生活里如影随形，不是不存在，更不是不重要，反而是因为太自然太长久，往往容易被忽略。我突然看到，原来喜欢我的人会悄悄用我的生日做密码，会比我自己更担心我的身体。我好庆幸把这个人留下来了。我相信只要有他在我的身边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。校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的伤养得怎么样了。哦，那给您的。谢谢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快请坐。医生说啊，我这伤恢复得比别人快，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拆绷带了，可以归队训练了。只可惜我爸不在，要是他在的话肯定招待你吃好吃的。没事就好，但你这样一直掉队养伤，恐怕是赶不上这个世运赛了。试运赛，我可以参加试运。坐坐坐坐，好好说，要回法国，我们团队的战力会有很大的空缺。欧元哥要回法国？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怎么会抛下队伍啊？这也说不准，但万一他真的离开的话，这个空缺要由你来补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，我正在努力积极地研究死亡华尔兹呢。你看，只要我一旦练成功，这胜算肯定大大的提升了。是真宇，你别再练这个旁门左道的死亡华尔兹了。哎，可是杨延就靠这招打败天下无敌手啊！我再说一次，别再练了。哎，校长，你是不是跟杨延有什么私人恩怨才不让我练啊？别这么固执嘛。
梁岩是为了个人利益抛弃国家的人，你不是。你真以为他天下无敌，毫无破绽吗？他的攻击力是强，但防守是他的硬伤。他花了很多时间钻研在攻击跟速度上面。是，他是田总英才，他爆发力强，所以他可以一剑击倒对手，不需要特别练防守。但其他运动员不是。你当所有的击剑运动员是傻瓜吗？他们不会学着你看视频学杨岩的斯瓦华尔兹吗？但很多人的身体素质承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攻击，所以受伤、重伤，甚至武功全废。我承认他是一个大绝招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。可我之前成功过。我知道你成功过，我承认你有天赋。但万一你失败了，受伤了，你可能一辈子连剑都举不起来。你好不容易从二军升到一军，有必要为了这个死亡华尔兹弄得像现在这样不上不下的位置吗？击剑是一条很长的道路，我劝你别再看杨岩的任何视频了。喂，依依，无双受伤了，在什么医院？好，我和你妈过去，你留在学校继续训练，别偷懒啊。好。无双师姐受伤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不知道，我到医院看看。你好好养伤，我等着你归队。嗯，好，校长您慢走。二豪，无双呢？还在检查，医生说左肩受伤，可是无双的疼痛感觉有些反常，具体状况要等拍片子才知道。怎么又会左肩受伤啊？会不会是旧伤复发？我去找医生问清楚。叔叔，我。我决定留下来，不去法国了。你爸知道吗？他在酒店等我，想再找我谈谈。那好，你先去酒店安抚一下你父亲的情绪。无双这边你不要担心，报告一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通知。二豪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的付出白费，我会想办法训练你，让你变成世界第一的选手。到底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你非要让我把你拽上飞机才肯走吗？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让我带领我的伙伴打赢 Mark， 证明这里还有让我留下来的价值。你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提升他们的实力，我就再给你一个星期，会有什么改变？ I don't mind to compete them one more time.But you really think that somebody can win me? You'll be surprised. I accept. But after 1 week, if the result is the same, you never refuse an uncle again. Moreover, for your future, I agree you'll go back with him.
This you don't worry too much. This will never happen at all. Okay.白无双，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他的伤没有什么大碍吧？哦，根据 MRI 的检查报告，白无双的肩膀回旋肌套的四条韧带中有一条全断，两条撕裂伤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不是什么绝症，只要配合治疗，恢复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那我还能击剑吗？我很遗憾，以你目前肩膀的状况来看，不能进行激烈运动了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只是被剑劈了一下。这个估计应该是累积的旧伤吧，所以这次新伤就比较严重。你的诊断靠谱吗？你们骨科严主任呢？让他过来。严主任出国去参加研讨会了，就算严主任在。 他的检查报告也跟我是一样的。无双，你别听他的啊，让严主任给你看。振宇，让严主任给无双看。振宇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怕啊，严主任诊断才是最准确的。啊，不怕。无双，姨父跟你说。 你千万别紧张，我会请严主任在研讨会之后帮你做一次全身的检查。你相信我，他在运动医学界是第一把手。嗯，谢谢姨父。丽华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，你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武双受伤了，尤其是依依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嗯，上车吧。走。 一大清早不睡觉跑来训练，主将都已经起床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睡觉呢？一个星期后 ，Mark 会再跟我们挑战一次，这是我们学池的好机会。这个球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在此之前，道尔豪，请你把话说清楚。你留下来到底是想谈恋爱呢？ 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变强，南明，走开！今天就要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主将的心意都不坚定，我们的团队又怎么会有斗志？我留下来，就是要跟你们一起变强，所以一定要打败马尔，证明我们的实力。 既然你都拜托我了，那我们一定不会拖你后腿。队长，你放心吧。把曹前和王月叫来吧，我们一起讨论战术，一定要找到破解 Mark 的方法。好，打败 Mark！ 哎呀，这么早就过来干活了，吃早饭了吗？噔噔噔，这牛奶还是热的呢。你不是在请假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昨天啊，校长来看望我，让我想起你们来了。又从石硕那儿听说，最近队伍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，你觉得我能憋得住吗？必须过来看看你们好不好？站住！ 谁让你走了？你们二军现在很厉害啊，无法无天了，是不是？还把不把义军的师哥放在眼里啊？这剑还没擦干净是吧？这击剑不行啊，打杂的活还要偷懒。抹布给我，给我，好好吃早饭啊，这命令。哎呀，你还是给我吧，要不然别人知道了我又得。
得挨骂了。骂什么骂？有人骂你的话，帮你把耳朵捂上；有人要罚你的话，跟你一块受罚。你这完全就是在害我嘛！我上辈子……你姐的伤怎么样了？我姐，我妈说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李虎说你还帮了他大忙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李虎这个人，他的情商，他爱情的情商简直就为零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如果有个女的在他面前宽衣解带，他还会对别人说：“嗯，这是你的外套，你要穿好，不要着凉哦。”我跟你说，幸亏有你的强烈助攻，要不然李虎这缺心眼天天就知道帮人做嫁衣。反正呢，我就只能帮他到这儿了。他如果再不觉醒，就唱一辈子的单身情歌吧他。你谈恋爱，你可以是不是你谈恋爱，你回家谈去，你不要在食堂里面谈，对不对？你一口我一口，那谁喂我呀？你让我怎么吃饭呢？哎呦，饿死我了！你想吃什么？随便，听你的。可救救我吧！我难道就要这样孤孤独终了吗？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哎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在干什么呀，阿虎？啊，子辰？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围巾啊！你看你穿的这么少，也不怕感冒进医院呢？那个，你今天不是在考试吗？嗯，昨天就考完了，然后今天没课，趁机过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啊，你们学校的饭特别的清淡。等会儿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怎么了？光知道给我戴围巾，自己穿的那么少，要是感冒了可怎么办？你饿了吧？快快坐下来吃饭，把汤给我，还有这个。嗯，哇，这么漂亮的鸡排啊！哇塞，这是青菜豌豆。来，喝口汤，给你补补钙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看右手边，我真的好幸福啊！我还不知应该叫他什么。来，快喝汤。忽然间，叮咚叮咚，大雨下，淋湿了天真少年的发。奔跑在泥泞小路下。你也真是的，你平时那么忙，还要考试，哪有时间给我织围巾？肯定耽误了不少时间吧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买的，哪有那个闲工夫？买的呀，我就说嘛，你看两边都不一样长，而且美丽真的不一样。我在想这个老板，我一直在想这个老板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把这围巾一边织的那么长，一边织的那么短。子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怕你上当受骗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蠢，我就是笨，我就是上当受骗了。这围巾你要是不喜欢呢，我就可以扔了呀，对吧？哎呦，扔了。还有这汤，不喝。扔了。哎呀，子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……哎呀，你先别说，哎呀，你呀。到底要跟到我什么时候呀？你赶紧回去吧。这么想上课，那你把假消了，回来上课好了。
难得出门透口气，又难得遇见你，我怎么舍得回去呢？切！冷子峰，你干嘛？你赶紧给我解开啊！不解。我觉得这样子倒是蛮可爱的。可爱？你有病吧你！这么冷的天，你给我穿了，你穿什么呀？我的外套借给你了。那你的身体呢？就借我当暖宝宝用吧。你觉得难过的话，就哭吧。我为什么要哭啊？你不是喜欢欧元哥吗？他现在跟无双师姐在一块儿了，你肯定很难过吧？以后就让我来保护你吧。本来保护二军也是我们一军的职责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的胸口、我的肩膀、我的全部，你都可以拿去用。要是用的习惯，就可以不用还了。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承认这份合约了。承认合约呢，就得敲个印儿，让这份合约正式生效。哎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！哎呀，这都几天了，他这相思病还没好呢。你看他的状态，哪里能有好的这么快啊？这几天的病情啊，是越来越不好喽。怎么回事？本来啊，只是对着空气傻笑，笑得我心都寒了。现在倒好。连晚上睡觉都要说一整宿的梦话，还一直喊着贝拉贝拉，就是想着和贝拉重逢啊。贝拉，贝拉在哪儿啊？来来来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你说这萍水相逢的，他又是个外国人，这搞不好什么时候啊他就回国了。哎，你说我们这等着也是守株待兔，没有用、啊。不，你们是没见过贝拉。如果你们看过他一眼，就知道，把他放下是件多么困难的事。哎，我们贝拉是一个深不可测、谜一样的女孩。希望你不要介意这里的简陋，其实食物和人一样，重要的是内涵。我向你保证，这有全城最好吃的宵夜，你一定会爱上，就像我爱上你一样。No， 我觉得我真的不饿。嘘，不要拒绝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。来，尝尝看。Sorry，
我刚法国回来，还在倒时差，我想回酒店休息了。你们国外回来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么快就提到了酒店这种敏感的词，还真是。你的眼神看起来好像很饿。有点。那这个鸡翅赏你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尝尝。阿伟，介不介意我坐这里啊？介意。看这人都满了，是不是啊，小姐？我说，介意。你小子哪里混的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再推我一次，怎么样？你有谁想先被我打屁股啊？还是说一块儿被教训？行，是。哎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，他竟然是一个佩剑高手。哎，那天你们没看到，他一个人对付四个彪形大汉，那扫把一出啊，马上就有人应声倒地。哎呀，看着他冷酷的眼神，迷人的微笑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就成了他的俘虏。哎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命运。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啊？怎么没有啊？贝拉就是这种女孩，她的魅力啊，就像黑洞一样，把我完全吸进去。哎，可惜啊，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了。我竟然忘记问他要电话号码了。正常点，正常点，正常点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命运会指引我们再度相逢。干杯！为了命运，干杯。怎么了？他又来。我的爱，你还好吗？不好，不好！我的未婚夫不要我了，我的闺蜜还叫我放弃他，我觉得好伤心啊！他谁啊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教训他。他叫邓尔豪。邓尔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情敌又是邓尔豪？酒店快点，夜战果断。巴克的预判已经非常非常厉害，只要你有稍微一点点迟疑的话，都会被铲穿。快，再快，再快！我都已经开到涡轮增压了，还嫌不够快？大家满头大汗多了呀。来，喝饮料。让我来。来，谢谢。补充一点能量和电解质，才有力气继续练习啊。不是说你请病假在家里休息吗？哎呀，在家里养着，阿姨不停地往我嘴巴里塞东西，要我加强营养，我的胃都已经超负荷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消化一下。哟，这是女配队长送给我们的饮料，还是男配眷属给我们的贿赂，让我们打的那戏码的满地找牙，找死他！哎，还有力气在这里耍贫嘴啊？小心男配队长罚你们出去跑圈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好了，不要理他们，来，先歇一会儿。哎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哎，咱们在这干嘛呢？咱们在这流血流汗，就是啊，可他们呢？
他们居然在秀恩爱！嘿，这把狗粮撒得好，我服，我服！哇，真的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！哎，快去练习！哎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小心点啊，没羞没臊！哎呀，走走。练得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只能尽力一搏了。不如去问问一红的意见啊。比起这么没有针对性的苦练，还不如去找一红分析一下 Mark 的弱点。上一次我能和伊莎贝拉战成平手，也多亏了一红给我意见。很正常的事儿啊，啊，女人也是要宠要哄的，放低姿态，诚诚恳恳跟她道个歉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放低姿态，我都已经跪下了，可是她还是不理我。哎，这赵一红说你啊，是大写加粗的情商为负，这一点都没错。哥看你今天这么难过，舍命陪你了，一块儿喝，来。